代很红的一首歌，不过经过重新改编，这个版本也非常的好听，送给大家，也送给跟我一样在80年代出生的朋友。执迷不悔送给你们，不过我是80年代最后一年的产品，所以我还很小。来送给你们，谢谢。宝贝姐姐送给你们。Thank you.